对两对两对啊！还有人在这边，还有人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啊，这里还有一队人呢，还有一队人呢，可以上来吗？上来应该可以。向下走。哎呦，我直接坐门坐绳走了，再见，家人们。坐绳走的，再见。我想打个电。我一点子弹没有了，十三发，三发，剩三发了。能量，能量。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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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那么多能量？我帮你掩护啊，要不要掩护？不用掩护吧。我直接上来了。嗯，走吧。哎呀，金甲，金甲，还有一队呢。啊，这边还一队，我操！嗯，往后走，往后走。队友，看一下队友。紫甲不是已经金是红甲了？找一个，走吧走吧走吧。哎呦，差一点。我底裤都被扒光了，没东西了，我操！三十一发子弹，兄弟，别说了。哦，又捡到了一百发，可以。好，去拿点子弹，我轻重都没了。去吗？我没子弹。嘿嘿嘿，来了来了。去打也可以，打也可以拿子弹。都到了，在这，在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哎，差一滴来吗？这个，坏了，坏了！这他都不算伤害，我都打到他了嘛，切！对，我就听着咚咚咚的声音了。对，汤的一声就没伤害的，嗯。哎，我他妈爽抽，兄弟！我们去哪儿？去哪儿？找个高点吧，得。那垃圾场没人。边换子弹边回我消息是吗？给我好好打。我找点子弹，找点子弹，找点子弹。OK OK， 好的好的。嗯，他没钱。我再帮你拿来。等喷火。哎呦呦。嗯。Prepare for battle. Select your. 我操，都没包，你敢信？那怎么办？对完天使，我变傻了。你不是 DBD 吗？书包啊。需要一个书包，我没有书包。这个。在哪儿？还有人。Humanity is shackled. I will find the key. 有人吗？我听好像有人在划船。左边，隔一个墙那边有人，这边有人。OK， 我知道。这边有人，在这。Take the objective. Hello there.哎呀，我去，拉得太开！
啊哦。哎，我他妈攻，我攻为什么没好啊？哦，不是，我他妈我以为我是导管，我冲着你那儿点的 Q， 我人就勾过去了。哈哎，歇会儿吧，累了。这匡扶汉室。可以。2:45。Great Moragwitch. 凤梨。嗯。Hello. 怎么说？怎么说啊你？我不打，一下我写作业。好，写作业是。看这个文章，我听不懂了，已经看懂了。43页啊，这给谁看的呀？这么痛苦吗？你看白一点。我要看10页，我就把它写了。这他妈是人吗？这老师，我操！两情相悦吧，我操他妈的！说实话，真在大学谈恋爱他妈太复杂了，我简直不敢。嗯。太他妈复杂了。嗯。Las Vegas 啊、哦，86年世界杯演的嘛，是吧？不是 New Jersey 吗？啊，决赛 New Jersey。决赛 New Jersey。对，决赛在 New Jersey 进行。其他的呢？其他的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的其他球场。还分开？对呀、啊，先小组赛嘛，小组赛，然后到进阶赛。我想看巴西。可以赌一手下一季谁拿冠军？我觉得是。我不懂球啊，我不懂足球。我哎，好久没看，我也不太懂，说实话。
你现在懂一点。我完全不懂。我反正我是挺喜欢巴西的，我记得，然后我记得那啥，内马尔，巴西是，对，还有西班牙的挺屌的。嗯，你西班牙现在不行了，以前也可以，以前那些老将都很牛逼，现在新人，上赛季也还可以，上次世界杯也还可以，有点拉。说实话，巴西只是输的是粗心，巴西是输的粗心，完全打得过的，真的是有点骄傲了。被进了一个反杀，直接死。巴西跟克罗地亚最后点球被点球输了嘛？其实点球这东西特别恶心，就是你只要点输了就直接输了。对啊，点球这玩意考心态的。就是好像之前进的都不算完了，就是之前进的算完了点球，但是他点进一个就算一个进球。对，一共五分，谁到五分谁赢。但是如果那什么情况下能进行点球？足球是一共九十分钟嘛？啊，九十分钟过了，如果还是平手的话，那就是再加时嘛，啊、加时是加半个小时，一共十五分钟。如果再平手就点球了。对。这样的。国足垃圾的一天，十五。国足都没到点球，被四比零，带走了。你看看国足的成绩，我真的妈直接。哎呀，是我。哎，好，国足成绩。卡塔尔1-0输了，尼巴嫩他妈的那些差的一逼的，我感觉打不过卡塔尔啊，还挺好，就接受去了。尼巴嫩打不过，什么塔克斯？不是，那谁 ？C 罗不是去卡了啊 ？C 罗是去迪拜了的。对 ，C 罗是迪拜那边，不在卡。卡塔尔。然后中国输给香港。中国输给韩国3-0，中国输给泰国，没有赢了泰国一次，叙利亚赢了中国，马来西亚赢了中国，缅甸没有。叙利亚不是在打仗吗？对呀、啊，那些臭鱼烂虾都踢得过中国，好吧？为什么呀？我操！ Let the dragon consume you。日本肯定就打不过他，肯定。国足太腐败了，这。哎，我感觉他们根本就不对这玩意儿根本就不上心。我一定要炸了，快炸了，没炸，要炸，没炸。别玩了，再玩就记了，他在 OW。Overwatch 真的 over 了已经。Game over， 是要 Do not play Overwatch 吗？哈听过那首歌？没有。还有歌？你没听过那首歌吗？没呀、啊。没呢。啊，不是歌，好像是鬼畜。那可以上 YouTube 上搜一下，或者 B 站上搜一下。哦。可以。我看。来了。我
靠！华语乐团最让人讨厌的十首曲子，科目三，科目，对不起，真切的悬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好！大家众叛所归，众叛亲离。2023年华语乐坛年度最令人讨厌歌曲 Top Ten， 它终于来了。那么我们本榜单的评选标准呢，一共有四个。首先，这一定是具有一定流量、一定热度的歌曲，本人听了觉得非常的烦，非常的不喜欢，非常讨厌。三，比较粗制滥造啊，还有可能是一些比较烂的歌曲。四，而且是正式发行的歌曲啊，所以说那些梗曲呢，我们就不会在这里面出现啊。以下言论呢，包含了非常强烈的主观审美以及个人情绪。如果完全看不懂，不了他人主观审美存在的人呢，立马关掉本视频，建议不要观看。最后啊，请各位观众朋友呢，不要互相攻击、拉踩、吵架。要攻击呢，可以攻击我，不要互相攻击。有特殊妈的，这腾讯视频就很傻逼呀！就是榜上有你喜欢的歌曲啊，自己偷偷的听就好了，不然呢要被踢笑了是吧？攻击这个审美测评，得不偿失，影响心情。希望大家看得开心，看得满意。看到了。Traveling to prepare to attack. Select your hero. 操，我们家空调坏了，今天他妈贼冷。哎呀，你在折磨我。查一查我们队伍的成分，不让查，好。私密资料，你做的好啊。I will not leave a broken world behind. 同学又打个字 ，My aim is bad, but I will try my best. 道歉，我刚查了一下，哎，来，站前，站前套甲。Is there yet? No unnecessary risks. Hello there. Good to see you.
Step right up. Oh, that'll do. Enemy located. There's one. Oh, now this is ethical healing. Heroes never die. You cannot escape me. Come get me. I see an enemy.把天使让给我，挺开心的。疯狂的爱。Don't worry, I'll be right behind you. Point aim. Hello there. Wow. 你好。Hello. Saddle up. We got work to do.Greetings. Being done. Aggression is no substitute for ability. Reckon that's true. Good thing I have both. Damage intensified. How are you? I'm working. This is to my left. Hello. Five, four, Thanks. Three, two, you call? One. Attackers incoming. Defend objective. They have soldier. Just good. Hey,
point. Feel stronger? Just go back a little bit more. Go back a little bit more. The Pharma man has ult.15,000，我的妈嘞！我操！你妈到处乱飞！第一奶，我操！太厉害了！哼，我操你！这个真打挺好的，可惜，对啊，最后一把，然后打一把 DBD 睡觉。嗯，声音小一点。我室友在睡觉，我等你吧。你玩什么？我没玩多久，看点视频。你不跟凤梨玩吗？没写作业。为什么不款待我？
打 rank 很简单。老了。不是不是不是很简单，只是老了，我不是很想为了 rank， 就没有时间头疼分数的，是差不多吧。我倒是想冲一把大师，因为我现在已经钻一了嘛。是呀是呀，是呀是呀。但是我感觉我怎么冲也冲不上去，我就徘徊在这两个分段里面。但是如果你在国服上过，就有点那什么，我没上过，其实我上钻石就是我最后的目标，只不过现在上去了就还想再往上攀一点，因为都钻一了嘛，你懂吗？钻石确实，钻石啊，那是第几赛季的事情啊，忘了。我是才钻石，我以前一直是黄金白银啊。对啊对啊，就是我怕我内心接受不了自己变菜这件事情。不能这样想，你要想的是它其实就跟 quick play 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多了一个分数而已。有区别有区别，但在当你心里有那个落差的时候，当你发现自己真的老了的时候。当你发现自己怎么努力、no. 还是会被禁。一部分人就暴打的时候就很难受。不要这样想，谁不会老啊？大家都得老。现在这些职业哥，以后你看他几十年后，他还能打得过以后的职业哥，对吧？那确实啊，以前的职业哥也打不过现在的职业哥。所以，但是不想当老头，不想当老头。大家以后都会成为老头，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你就放心打，如果你想玩的话。那不是很想抗补呀，肯定会很急，肯定很急，至少我觉得你这还好。你要想那些职业哥落差有多大，他们以前叱咤比赛，过几年但是十几岁的那种小朋友吊着你打，确实啊，但是怎么说呢？不离再见，也没那么多时间干这个，有没有时间那么多时间练枪的，老累呀。而且主要是学业也很重要，我们家这个联系是杭州队的，笑死。泰达拉斯守望二皮肤，为什么不是火皮？为什么是这是怎么买的什么皮啊？这是买的吧？好看，粉粉的。我说你这皮，我的皮，那个歌乐天使，什么歌月天使，各天使，歌什么天使？什么鸽子天使？它其实这个手感还挺好的，很轻，不是那种特别重的。只要打两局就累了，这就是老年人，进不了两把的。后面车在偷。啊，等会儿。后面还在偷。我知道，他会飞过来，我就卡这儿。哎呦，不好意思。没事，就 quick play， 不砸死都行。在 rank 里面，你如果不是我的队友，我就要开始扣字问候这个安娜。安娜 ，What are you doing？ 当然是在躲拐角换代。输的也活该。当然是在人家这个裂空有点抽象。反正那个位置，76这个位置我也不可能找他。是那个什么，正面女王。没事，暂时死掉。对，我们正面。我倒不需要，应该没问题，暂时死不了。我们正面的，怎么没人卡呀？我们这边 T 呢？我们 T 都不知道在哪。哎呦，哦，他没好，没事。对啊，来说，你这一个都没打死啊？原是根基在上，去了女王，无所谓啊。跑！没事。没有，这二楼人啊，我这二楼的人架子，他没人看吧？女王拉回去了。
么玩意儿？他炸谁呀、啊？他没炸我，哎，猪死了！女王来了，女王来了，女王来了！炸了个堡垒，我过去抢他。女王一撕，女王一撕，哎！别别别别！你们家这个 C 和 T 都很抽象。我操！直接送十连吗？我操！嗯，哎，你玩奶妈我就很开心，因为起码有个人知道会保我。怎么说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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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死就飘了。可以。反正跟你爆也没关系，后面有物质。嗯。啊，再刷一下。对，你才推一米啊，我还以为我们也推了好多米。没有啊，没一波，没一波没赢呗。七六进聊，黑影一枪死了，嘿嘿。我靠！哎呦，这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别别别别别，这这，没事，你再洗洗，刷一下复活，谢谢你。这，我的 KD， 吐血是吧？我的 KD， 哎。有人送我的 KD， 可以，我急了，笑死！女王，女王，黑人在后面，再追，再追，再追！啊！哦，吓死我了！哎，后面，后面黑影，后面黑影一死的，死了。你那打字要说 thank you， 你信不信？下一秒就给你挤不动。在打字吗？啊、打字吗？他挂，他搁那掉线。他什么都没干。为什么不打字了？你不打字夸我。撤撤撤。反正哎呀，这车容易被黑影找。啊，果然。你在哪儿？啊、哦，没事。前面女王。哎呦，完了！哎，没完没。那完了。我、哦、完了，完了，完了，这就完了。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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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好。打他！打他！有我来之前，打不过他那是你的。那你什么意思？哎，还有黑影，还有黑影。但是这三个傻逼，打了，哎呦，哦，这，哇，黑影一枪，再来再来，没事没事，我给你打伤害，推车，一次女王，一次女王，一次女王，哎，我被黑，救命，那不会有啥问题，那倒不会有啥问题。行，到了，啊，漂亮！然后七六在追，应该没事。哎，完了，他这玩意儿，哦，那我没了，再见。他那个甲应该可以保起来的，他这玩意儿没必要吧？我哭了，我真没必要吧？
等一下哈，复活归来，他们都得死。我上一死，哎呦！来，我去帮他。这应该就行了。这就可以了。真的，这三队都是羊奶，真是他们这辈子的荣幸。有人黑我，有人黑我。我不在你那儿。好吧，我会乱飞。可以。你过来，你跟着我，我跟着你。他这个这可以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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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哎呀，这打别没收掉，后面还有。啊好，黑眼传了。啊，我们这样打乱你的多好，那谁黑我你妈你担心？哇，爽死我了，我不敢想。哎呦，对七六，打死了，能不能拿起来？这样，你玩安娜，我绝对不。你只说，就是我没学安娜。哎。哎呦，去了，给我。黑影骗了，不是黑影，我只剩聊，剩聊打遍，还打遍这聊都打不死，花男睡了，花男睡了，花男睡了，漂亮，等会儿，打遍可以进聊，刚刚说的打遍的，哎，被盗了呀。不会有人，不会有人想出来吧 ？Support defend， 但是绝对不会打的。哇，对面那个辅助2300-4100，真不行啊！他玩的什么？玩的和尚了？哎，这睡了，哎，这没打死，哎，没打死，哎，没打死，哎，先打死了，哎，笑死了。可以再来一把，酣畅淋漓的双辅救护车，爽。万一没排到辅助的，不一定啊，不好说呀。哎，明天作业，还明天要写作业，怎么办呢？啊？作业写，看了第一道题，看了第一道题，感觉这是什么东西？很难吗？我念一下这道题，算了，我找一下这在第几页来着？我这个猪脑可能听不懂。那我可以找个中文版吧，那就可以、啊、找一下啊，这个是什么？天哪，嗯哼，一听就很头疼。哎，在哪儿？在第几页？啊，在这一页。适当是在一个适当的域中给出根号一加 z。加根号一减 z 的一个单值分支的精确定义，并证明它是解析的。师傅别念了，我已经晕了。然后后面一道题，设 fz 在域欧米伽内解析，并满足条件 fz 方减一的这是绝对值嘛？的模，对，的模小于一，证明在整个欧米伽上或者。FE 的虚部大于零，或者 FC 的虚部小于零。妈嘞，我真的是真的会写，
我大概知道他提问的是什么，但是我真的不想想这道题了。哎，反正后天交，今天摆烂。等一下，你们那边啊？对，你们那边也是今天？我们已经截止了，早截止了，现在12:37了。对，是你们的啊？对，我周三交嘛，所以就、就是周三课上交，交物理，对，交实物卷子，哎，实物卷，听着很好吃的样子。啊！啊！换了个鼠标接收器，可能打不到人。你知道吗？我经常给我的队友说，就是如果你跟我一起玩，你不要担心你打不到人，因为玩游戏最重要的是开心，对吧？不不，只有打得到人才能开心，打不到人就不开心。什么 DYD， 打不到人就不开心。是这样的。那我是不是应该自杀？是这样的，因为我根本打不中人。但是你是玩天使的。妈的，什么意思？你妈的！你不懂我们，你们不懂我们 Hit Game Hit Scan 玩家的痛苦。真无语。俺俩一枪头子。哦，小心啊！这裂空要从这里来找你。来，哎呦，没事，他先应该先找和尚，他总不会先找我吧？这堡垒怎么跟当坦吧？哎呦，你好，感谢你好，你这。你们狙还在吗？还在。哦，稍微。哎呀，妈的，歪了个鸡子操！凯西第一枪，我又被中了，中了四血，救一下。哦。妈呀，中了一枪。哎呦，这惨，好像没了呀。我看不到人，狙一枪。狙一枪，右边雾实在太多了。安娜一丝，靠，不是哥们儿这么猛，这下你不得不跟我打排位了，我求求你不要逼我跪下求你。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在认真对啊？没有。不是你打成这样去打排位没任何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啊。我就在，疼！来、对面，人类谁狙？第四麦克雷，那狙在哪？可以。哎呀，他把女王崩了。哎呦，有马了！哎呦，看到去了，往后面。那堡垒挺住了。哎呦，我的狙，这狙会蹲。哦，疼。哎呦。好的好的，哎呦，他在二楼，没看见呢。你妈滚不上去。加油加油，你可以杀掉他的。哎，他意思为什么没有人去打下他？因为大家都死了。Hello， 你
看我的枪法就是一坨狗屎。Hello there。所以。The enemy team is pushing the base. Personne n'échappe à mon regard。稍微等等，等到坦身上。哦哦哦 ！No one can hide from my sight. Still untouchable. Into the iris. 哎呦！哎呦，行，可以。人家和尚发威了。给他，给他钱呀！哦，漂亮。这个，继续。倒退。我来为小姐姐说一下细节吧。本期先锋 CG 上来的微博，首先可以看到27秒的位置，奶妈有声无息，人队伍一直是我下一个镜头，但是具体不露出来。No one can hide from my sight。他还是忠实呢，他怎么敢说这种话呀？啊，这个没吓到他，没吓到他。哎，区区忠实而已。什么意思？我单词都还没上，住口吧你！区区宗师而已，谁还不是个宗师了？不是，他的列表好满啊，好像三三人。狂一狂。从亲密好友中移除，移除好友。啊、这两个你自己选一个嘛。这不好吧？这不好吧？这不礼貌吧？可以。都是狂一狂友什么的呢？可以。这把打完，我陪男朋友睡觉去。啊？嗯？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哎，你在说什么？我这把打完，得陪男朋友，不能玩了，好晚了，我这边一点了要。也是，我就觉得你确实该睡了。你明天有几点课？要几点出门？快睡。嗯，我明天八点半的课，但是明天要给一个朋友带个盒饭，给他做个饭。所以几点睡？一天。我等会儿，我已经米饭已经整好，因为他请我，他邀请我吃年夜饭了，我就挺开心的。啊，对，真好啊！过年打算怎么过？在家吃外卖。这不用意外了吧？这不用意外了吧？而且新年如果中餐馆不开门的话，我就可以吃洋快餐了，就只能吃洋快餐了。你说，那你还是买点菜啥，自己做点东西吃。嗯，那有可能有课的事情吧？可以。我都不知道春节是哪天。20号。我甚至不在意。我以为，哎，砸到了，可以。没狙就火狙吗？一个裂空，一个谁？一个裂空，一个跟羊走。原跳二楼了。原一枪，可以吧？哦 ，God！ 暗示我，我牵着他，他轻轻打。能打就行，能打就行。哎，过一过。就狠狠刮后背摸鱼的话。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你看按 tab 键，我叫勤恳农夫，因为我之前看一个，看不知道是在哪里看的书，就这个标题，玩奶妈就可以在，因为
你就是勤勤恳恳在奶队友这群里面。哦，原来是这样。虽然也没有这么强的攻击性，但是就是打不好的时候。哇，半夜五个人全得吹飞了。没有，我没有飞，我把他睡到了。多么完美的治疗，治了三个，哎，这么猛啊！我们队友，不是我打排位怎么没这么猛队友？哎，他要被锤了。100盒的奥洛克。哎呦，那就待会儿。啊，在这个时候抽象。妈呀，三个大那么奢华。对，我有点担心他太死他进不了的。我感觉会被集火。好像还有个安娜。他回来了。不聊铁拳。安娜确实在。安娜打了一枪的。对空打了一枪的。第二楼。杀了我，现在跟我打算账，生气。进聊铁拳就铁拳师，他在哪儿？有点好奇。等一下刚复我。别醒！那三秒得醒。哎呀，完了！对，你可以，奶奶让，谢谢。去在哪？我想去打这狙。他在正面，绕不过去。奶口姑娘。等会儿我打了3600，等会儿。我在打月飞。他妈的，打喜欢打起来是吧？喜欢打起来，我给你个金素给打死吧。要不然打死啊，这七六打不死啊是吧？哎，会不会有 A 点 ？A 点破，然后三连。哎呦！哎，狙将。哎呀，你俩咋死？太简单了 ，so easy。对面还好多啊，对面好多啊。我们家二十只鸟。嗯，哎呀，丑陋的两个，丑陋。走，拜拜，明天晚，拜拜，拜拜，好好休息，拜拜。